你他讲的那个佛系，啊，他什么叫做佛系？他定义就是。我已经介绍了，他接了什么？
该打这就打，不该打就打。当然，不见得你所有的牌都有他的优势，但是我至少要让招球去。一件事情是那个要不要打针，他会正确。有些是打针的，可以看一下。包括那个那个叫做那个。